好，我们来写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之一的篆书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这个宜信，宜呢从这里开始往旁边接，往旁边接，然后接到这里以后下来拉下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推过来，从上面，然后从这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往旁边接过来，往旁边接出来，咦？宜信，信呢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以后，往这边带，这样带，然后呢从这里接平行，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它接住这里下来，从这里过来以后接住，从这里过来接到这里来，好，这里再拉长一点点，从这里过来，从上而下，然后再把它封口就好了。宜信，宜信文章，文章的文，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接到底下一点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往旁边接，从这里再过来也是往旁边接，然后给它一个对称的感觉。好，文章，好，章怎么写呢？章从这条线往旁边，再往旁边两条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接，往这边接，从这里再接，往旁边接过来，接过来了以后往这边接，这个要平行，然后呢这样过来，然后平行，再平行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呢再有一横，稍长一点点，好，从上而下接下来。好，文章，宜信文章，老更成，老怎么写呢？老，这画画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好，接过来，然后这个在这里接过来，这个在这里往这边接过来，可是这里过来，往下面接，好，然后要记得，老灰啊，往旁边接过来，平行它接过来，但是还少一画在这里，这个写下来哈，好，老更成，更呢，更在哪里？这条线对不对？更在这里。好，在这里以后，这个先画，然后从这里旁边平行，然后再稍长，这也一样，但是这里一样下来也是稍长，然后从这里两边展开，然后这个平行它，这样过来以后，然后呢从这里接，从这里平行，然后从这里往下，往内再往外出去。好，老更成功的成呢，这样写，这样对不对？到这里拉长一点点，好，到这里，好，从这里拉，从上而下，然后呢，从哪里？从这里拉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再往旁边出去，
然后这个往这边带，往这边带，都是从这里平行下来。然后呢，这个给它从这里过来，往上提，这样过来。好，老更长。再来呢，凌云剑笔，凌云凌从这里过来，然后再从这边两块冰块，然后呢，从这里一个竖画，这个从这里下来，这样过来接，从这里往两边接，然后呢，这个过来，这个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往上面平行，再往上面平行，从这里直的下来以后，再往旁边接过来，啊，凌云，好，凌云云呢，从这里过来，啊，从这里下来，平行，这样过来以后，拉可以拉下来，啊，可以。从这里后拉下来，啊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一二，好，然后两个横画，然后在这里，这样，我从这里接过来，然后可以从这里接出去，哈，凌云剑笔。剑怎么写？剑是人可以这样写，啊，这样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再一个这样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往上面往下面写。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翻过来一点，从上面往下面一点点，从上面下来，从两里面出来，里面拉出来，你看，好，剑笔，好，笔呢，这样过来，不要太宽。不要太长，宽长都是忌讳，但是它的字又是宽长的，又是长的啊、嗯，所以有时候觉得，不知道怎么遵循。好，笔从这里过来，横的，然后拉过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但是它这样过来以后，可以往下往外。然后从这里中间往下画下来，然后从两边出去，啊，这样过来，剑笔，凌云剑笔，再来是翼纵横，翼，哈、啊，然后这样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。接过来，从外面接，然后再从这里接过来，好，从这里接过来，平行最重要啦，然后再平行了，哈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要两个平行的心。他怎么写？从这里下来，斜过来，再先直的，再弯过来。好，一，好，纵横呢？纵横来，我们就这样写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两个铃铛，这样再下来，两个铃铛。平行对不对？好，拉下来，啊，从旁边接过来，拉下来，
边借过来拉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种了一个是，好，个赤字旁，赤呢就拉过来往旁边接过来，可以这样接过来了哈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接过来，然后从这里接下来，从这里平行，然后往这边带，然后往这边接下来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写的，笔画很难让它变少，但是它就是很多笔画。好，纵横的横就是这样写，然后从中间剖开两边下来，对不对？从旁边再来，从旁边中间再来，平行就 OK 了。好，从这里往两边往旁边来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一个口，一个田。接过来，再接过来，从这里进来，往旁边来，再往旁边来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可以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啊。好啊，写的蛮辛苦啊。好，来那个金人，从这里开始，往旁边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拉平行，平行，往这里下来。好，金人，这样过来，从内在外啊，在内在外出来啊，金人。好，吃吃怎么写？口字嘛，对不对？口字，然后就要。让它窄一点点，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让它写得太宽，太宽以后就影响到右边。好，像这个吃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，从这里往下面往两边带。这样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从这里，啊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啊，吃，那吃当然也可以往外出去了哈。好，那再来是点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封口起来，然后下来一个火，然后呢，从中间再往旁边写。一样是火，然后不要忘记这边有两个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笔画也是从上而下，从旁边出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口，然后旁边封口起来 ，OK， 好 ，OK。好，再来呢？吃点流传赋，流传赋流怎么写呢？流从这里写水，没有水能流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上面下来，往两边，好，然后可以写中间先写，在旁边写，在旁边写，好，流传赋，传怎么写呢？传从这里往旁边写，在。这里旁边写好，然后呢，这个
这个船呢可以先写这里。为什么先写这里？因为这画画下来的时候刚好呢正中央，所以呢我们就从旁边写，从两边写。好，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小圆圈或者小小的啊，然后从这里接到这里来，从这里接过来，从这里接下来，然后这个一个寸。好，流传赋，赋呢赋没错，这个要写窄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往外往内。好，赋怎么写呢？好，先写一横，然后呢从上而下旁边出去，然后呢从这里平行以后再往下写，然后从这里写一个之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下来再来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还少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从这里画出去，啊，画出去，啊，好，不要的不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啊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下来，然后从两边带出来，宽一点点，两边再带出来。宽一点点，好。好，绝，这个绝就让人家很害怕了，因为好长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要写窄一点啊，写扁一点点，怎么办呢？好，就这样平行，对不对？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箭呢就写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呢这样下来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箭只能这样写哈。那如果说你要写长，很难哦。好，不觉前。前这样写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呢这样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接了以后，从旁边出去了以后，那这个再平行它，然后呢这个等于是一条船啊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弯了一下下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啊，那弯了一下下，从这里有一条主线，这条次要的，啊，在次要的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但是这里要头很长，要注意一下，这里尾巴要拉长一点点。好，说弦，这个弦呢是这样写。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呢这样过来，然后这个拉过来，从这里过来以后，从这里接，从这里往下往旁边接过来，然后呢这个接到一边来啦，好，然后从这里这样子。好，弦位后生，位呢从这里过来，哦，然后下来平行下来，对不对？封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
再一横，平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再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再下来，然后从这里再过来，从这里过来以后，往旁边往下面走。好，为后生，后呢，这样写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拉下来就好了哈。从上面画两个圈圈，两个所谓的铃铛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有一点点的斜跟上面斜哈，然后呢，这样下来，往下面再往旁边慢慢走，好。后生，好生呢？这画画到这里来，哦，画到这里来以后，从这里接到这里，从这里接到这里来，从这里接回去，这样接过来啊、哦。好，然后从这里接下来以后，从这里接过来，然后再从这里接过来，好，这样。哦，就拍一下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来落款。就写杜甫诗就好了，要不然序为绝句，序为六绝句之一，好，也可以这样写吧，好吧。杜甫序，序为六绝句，之一，好，然后呢，跟。哦，今天应该是夏天这么热，庚子夏，吴起真，好书，好，就是这样了，写的。很卖力，也很辛苦，给大家做指教。一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见笔意纵横。今人诗典流传赋，不觉前贤为后生。